两对闺蜜太了解彼此，所以要来给彼此出战帖，看看她们的闺蜜到底能不能够跟平常化截然不同的妆。要找一个很丑的妆容给她化，不想她这么漂亮脸蛋，可不可以化这么丑的？自己现在比较偏爱淡妆，所以假如有稍微有一点浓烈，我会觉得有点阿杂。今天出了这个题目呢，就是要颠覆大家对她的形象。江江，清淡，然后清纯。对，我觉得好困难哦。下手去，下手太重了吧？真是习惯了职业病了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11月5号晚间9点钟，ET Today 新光云播报 Live 播出。